是小念呢？还有点事，出去。你们聊了什么？这个好像属于个人隐私吧。我印象中并没有跟你太熟，应该没有必要告诉你。我不是来找你喝水的。 不过从小念口中听说的你，好像的确是一个不怎么尊重个人隐私的人。像这个机器人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把这么一个可以监听监视的东西放在一个女孩子身边，你不觉得自己很可怕吗？它不是什么东西。 他叫你什么工呢？早晨好，女主人，记得今天要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哎，你醒了，你总算醒了。我怎么在医院？你晕血了，就直接被救护车送进来的。那丸子呢？丸子呢？ 丸子他没事儿，你不用去找他。没事儿，为什么不让我找他呀？他不流了好多血吗？怎么会没事儿呢？我只是估计他现在不想见你。哎呀，总之你不用去找他了。孩子没了。不是。我去见他。哎。 完全没做好准备，我甚至还想过，如果没有这个孩子就好了。可没想到，真的发生了这种事儿。丸子，我们来日方长。家属让一下，拔针吧。好了，拔完针就可以走了。记住，少吃凉，少吃辣，多喝温热水。 为什么就能走了呀？出这么大事儿，不得住院吗？痛经住什么院啊？痛经？没怀孕？大惊小怪！哎，什么情况？没怀孕？走吧。 穆总，您的茶让你倒个茶，怎么这么半天啊？不好意思，穆总，我刚来，对公司环境不熟悉，一直在找茶叶。我不是要的这个茶，哎，算了算了，给我倒杯水吧。好，马上。对了，穆总，您父亲今天给助理办公室打电话了，说您手机一直打不通，叫您立刻回电话给他。知道了。好。哎，车呢？去医院的车已经在楼下等您了。 我一会儿下去。好。爸，你什么事儿这么着？弟弟到底是怎么出的车祸？这件事情你真的不打算查下去了吗？啊？如果你不查，我来查。不是，爸，我再查。 可是千初现在什么都不记得，我不可能逼他吧。而且他出事的地方一个监控录像都没有，您也不让我报警。如果您觉得我慢，我可以去报警。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爸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您不是也说了报警对千初不好吗？他现在在公司刚刚站稳脚跟。
如果让别人知道他去了一个奇怪的地方，跟一个奇怪的女人出了车祸，那其他股东怎么想啊？我会等你查出的结果。心里就只有这个儿子。我今天来拜访的主要目的就是，你那天晚上突然打电话给石小念，到底想说什么？你是说出车祸那天？不如我来提醒你一下，那天你打电话给他，地点是在一个你们小时候经常去的地方。哦，是吗？没错。不过如你所说，你恢复了和石小念在一起的记忆，那么你们的秘密基地到底是什么？在那里发生过什么？这些你总记得吧？如果龚总想问这些零散的记忆，那很抱歉，真的不记得。那照你的意思，就是你只记得和石小念互相喜欢，其他的就都忘了。只要记得最重要的部分就可以了，不是吗？我劝你最好想一想，那个地方很特别，我有个很重要的人也曾经出现过在那里。也许你还不知道吧，一直有人在调查监视着石小念，他的为人你是清楚的，单纯的像一张白纸，所以很难想象会有人对他产生敌意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件事情是整个事件的出口，而你是整个事件的唯一线索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好好想想，千万别耍什么花招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先说。小欧，你来这里干嘛？穆千初的车祸和石小念有关，我不能不管。我只想找出车祸的真相，仅此而已。千初只是个病人，他回答不了你这些问题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他。我不会允许任何人来伤害我的弟弟。哎，小老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说来话长，不是孙杰平。说来话长，你别说了。你最起码尊重我一下，让我把话说完吧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我碰见石小念了。在哪儿？刚刚跟我们在一起呢，应该还在里面。